迎蓝古天乐出活动就唔系好出奇啊，只不过喺活动上边回应记者嘅问题系用普通话，系咪好想听呢？而我问佢嘅问题就系喺电影《香港仔》入边咧，就系同一位小演员合作噶，仲系饰演佢嘅女女添。咁究竟佢哋合作成点呢？古仔就有以下嘅答案啦。其实拍的时候，好像他是拍节整个拍第几天，他有请假的，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。其实我觉得他很可爱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很狼性的性格，然后你问他什么他会他很坦白的跟你说，但是因为觉得你他是一个女生，但是他的性格很狼性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。所以我觉得还有就是他很喜欢吃东西的，他一面拍一面会跟我说，哎，今天还没吃东西，很饿，然后我找他马上找人去买东西给你吃，吃完之后又说，哎呀，我吃得很饱，想睡觉。每一天都是照顾他这样的，然后最惨的是拍到晚上的时候，他吃完东西，因为真的可能那个时间他一定在睡觉，平常啊，所以到拍到那个时间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累。我已经叫他在现场了，不要玩得太过分了，然后等一下你要没力量去拍戏的，所以我叫他放松一点，坐在那边，但是他不可能坐下来的。